创业之初又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风暴，我管体维基亚宾就是什么事都要有一种细心做事的态度。我的思考逻辑就是希望说能够创造一个品牌，就以品质为第一。那这个品牌做成的结果，当然就是我们整个品质管理系统的去执行。能够达到我们持续改善的一个目标，我们把品质走在第一，所以我们跟日本长期的合作，把日系精工当作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。共同营建就是希望从中学习到日本营造的细腻跟态度跟他们的 know-how，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。その他の本社の方も一緒になって検討をするんでね、まあ、その辺はやっぱし素晴らしいなと思ってですね、だから一生懸命こう勉強しようという態度がものすごく見えます。关于设计的可能性的思考里面，我希望能够拉到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高度，所以日系精工国际视野就变成我们精神的一个所在。中泰的核心精神是尊重专业，专业就是等于品质。但是你同时也发现说，他对待客户、对待地主就是诚信。诚信包括我们把东西做好、做正确、做得更棒，交给客户，这也是诚信的隐含。品质、创新跟服务这三个部分是我们公司在变革当中，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核心价值。我们现在在做的就超越客户起来这部分。我一直觉得住家还是关乎到人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才会以这样的一个想法陆续去发展我们的关系企业。态度就会影响到一切，你的施工的要求是这样，你当然在设计力求完美，它是一个生活的体验衍生出来的，所以它有很多内跟外之间的美学。房子有了，装潢有了，你开始去想了里面的一些生活的居家用品，以至于到你心灵的满足，看的一些艺术品，所以当这些的频率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在乎你生活的每个点。我们必须要有更前瞻的、更不受限制的一个观念的开发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基金会可以做得到的。参与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最棒的就是它可以持续不停地探索一些未知，我们每一个案子都是前所未闻的，真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城市它可以有更多好的案例出现。我觉得中泰它的最强的就是变，我每个案子的设计都在变。借由我们一家公司慢慢去做，那是不是可以把整个台北市大家对于建筑美学慢慢去提升？你习惯了一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要去到达另外的世界，你一定会恐惧。但中泰它始终的愿意去踏出那一步。一个工作的成就当然就是要坚持，一再的坚持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跑。我现在是把建筑啊当作一个责任，要让客户买完房子的肯定我。创新还是要变成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价值，我们以那个改变来设计不同的这种住宅的形态，希望说人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。